在遥远的银河之外，有一个神秘的星球，被称作蓬莱。那里的子民能操控精神的力量，让自己不老不死。数千年前，一艘蓬莱之舟在穿越银河时意外坠毁在地球上，蕴藏着巨大能量的巨舟化为无数玉石碎片散落在这个世界。如果怀有执念的人得到那些玉石，其中的能量就会将他们感染，把他们变成被执念操纵的灵物。而蓬莱之舟的幸存者以消除世间所有灵物，回收蓬莱之力为己任，这些人被叫做天兵。身为天兵的他和身为灵物的他本该势不两立，但谁也想不到他们最终竟然相爱了。有人曾经问我，忘记他是一个怎样的过程？他的容貌、声音、气味，哪一个是我最先忘记的？我无法回答那个问题，因为那只是一瞬间的诀别，他便从我的脑海中被夺走了。他留给我的桃源香是治愈灵物的良药，我不记得他的样子，却记得对他的承诺。治愈世间的灵物，让他们从执念中解脱。我就是白起，这个世上唯一的灵物医生。